总该到我了吧？今天晚上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别人四飞三五飞三的画面，我感觉到是我了，真的。有时候主角真的得换人当一下，不可能把把都是我是观众，我得来部主角操作，哥们。有了，今天有一把他妈三星瑞空了。Flashback。哎，干你要把瑞空卖了，干你俩的操！我把瑞克卖了，屌 ！End of flashback。巴掌！你们懂不懂数学？巴掌！八张括号，卖掉三张。八减三等于五，哇哦！八减三等于五，你们也知道 ？Oh my god！ 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怎么算出来的？哇哦，八减三等于五，一加一等于二。谁要跟我看《排球少年》电影版？紫线女生，要。牙膏是不是来骗的？牙膏。谁会去追三星亚索啊？追三星亚索的人在想什么啊？主播还是有点怀念以前亚索是五费卡的那个版本，就那个幻境亚索，就像冰女一样，剩一只的时候可以斩杀，那个版本好好玩。赶紧的，谁要去看《排球少年》电影版？找一个长腿，然后比我矮的女生，漂亮的，好看的。三刷，这么好看吗？三刷，三刷是很他妈夸张的三刷。你们知道阿华这辈子的电影啊，看过的电影，我会重新二刷、三刷、四刷的这一部，你们猜猜是哪一部？我记得以前有跟你们讲过，不是不是，有一部来自印度的，叫做《三个傻瓜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《三个傻瓜》？就那一部很好看，超级好看。那部我好像看了四五次了，每看一次都有不同的领会。第一次看是小时候，觉得是一个搞笑片，然后第二次看呢，开始注意到那个角色的背景、人物的描述，然后第三次、第四次看就看到哦，原来当时那个什么那些读书环境是那么黑暗啊，然后朋友之间的友情是这么样的珍贵之类的，哇，那一部真的很好看。就是看完都有很多不同的体会，好看，跟你的实况一样非常好看，也令观众享受。哎，还好吧，没那么夸张吧，还好吧。这把玩什么？看装备像法阵。法阵他妈就是九五耶，我们是九五，兄弟们冲！哎，哇，被偷袭了，家被偷了，兄弟们，他这个一心娜毁了我一整个家。我被一心娜儿偷家了。艾希可能是赌鬼，然后这个是娜儿，
这个是什么？天界。其实那些看起来像玩鬼的人，应该都是爱惜，应该是用来过渡的，全是爱惜，我一律标爱惜。两根棒棒，想怎样？哦，干，还是我们这把赌那个亚卢尼亚，什么七二拉路芬，有料不？有没有人赌过的？给个评价。啊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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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。感谢157小朋友，感谢你的14个月订阅，我也爱你，晚上好。哎，没启动装备有点慢。老七又没分，有那么差劲吗？怎么样都是给前排，给谁？没有，因为我们阵容的装备都偏向法术装备，那法系装备只能是，要不就95，要不就找个，哎呀，找些笨蛋来玩，哎，上9吧，干河蟹局，河蟹局上9没毛病。那怎么花轮的 PY 蜜把玩那个天界啊？晚上瘾了。六神玉我可能不考虑吧，六神玉，哎呦。圣将啊，你的呀。这个飞身。这个飞身有没有说法？这个飞身，啊，主播就是思考方向比较多嘛，对不对？你们玩战旗，他妈点进去二杠一，哦，有青龙刀，我就要玩谁谁谁；有鬼锁，就玩谁谁谁。那你们怎么去玩小朋友棋打架啊？啊，还玩战旗？我们要思考，啊 ，think。这把很明显就是一个95的局，思考方向比较多。括号目前76血，更正69。啊，有什么办法嘛？人家他妈的开局就是比较糊啊，那把十连胜开局是不是啊？啊，当铁神那些都是菜鸡耶。这边能上啥？啥都不能上。感觉真的可以赌亚卢比耶，不知道你们怎么说。赌亚卢尼不如点了，感觉赌不了一点点，我要上9了。
路人变得好。哎，我就开了吧。我知道怎么搞。咁咪得咯，屌！上九，顶级过渡，谁不服？我真的可以上九吗？可是八等我们要低什么啊？八等，八等也没东西低了呀。上九别人都把牌抽完了，他们又不是玩九五啊。现在那些都是八四阵容，都是凯莎、艾希八等抽的，只有脑袋有点问题的人才会想要上九。括号右下角。真的很佩服自己的实力，干哦干，怎么可以这么舒服啊？啊，高手！好了，拿铁八等低杆，我想歇，我要上九了，铁神，拜拜。一还是二？兄弟们，一还是二？联合防御。联合防御在四杠三，在四杠二选的时候有 4.36 的排名，屹立不摇的话呢，有多少排率？ 4.15。 我是数据狗，兄弟们。哎，这样吧，其实开那个鬼鬼鬼鬼没用，直接卖了，上九了。上九的话怎么转呢、啊？上九的话，那个亚卢尼换沙皇嘛，四神域，然后再补厄尔开。强健猛兽，然后再补个瑞空，再补个戴安娜，不要微笑。虎牙数据犬是最低级的犬，我跟你说，国服第一大神幻灭（括号我偶像）都是查数据的，你们这些双民。你们知道之前有发生过一件事情，就是拳头公司战旗那边是想要把数据网给关掉的，因为他不想要玩家看太多数据，影响到玩家们的独立思考。他好像有一阵子是把数据给关了，然后呢，好像是引来很多玩家的不满跟抗议，所以后面又把数据网又给公开了。所以呢，高手都是看数据的，我们就是数据狗。干嘛干嘛干嘛？尼可帮哦，那我拿什么啊？等等，不会又搞一些他妈的一堆四费三的剧本吧？啊，怎比那么恶心啊，哥们！打个游戏没必要那么闹的。我们是高贵的九五。其实亚卢尼还真挺强的，用来过度赌三星感觉还真行。主要是我看亚卢尼的技能伤害，他那个 percentage 好高啊，三星好像800%，我刚才看一阵没看错，900%，干他数值好夸张啊！帽子一定要。这把过渡确实是舒服，就是我们用最便宜的钱，然后
组出一个可以在四阶段保血又不会爆血的一个阵容，挺好。哇，甚至有机会打赢那些已经低干的人，我们还在划水哦。OK， 兄弟们要走咯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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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搞什么啊？没看到猴子啊，猴子还有谁啊？哎，两星的。冰女能不能打个两块钱？打两块钱我就不锁了。还是打不过。差了一点点。哎，九五九五能不能来点实力九五啊？哎呀，不要，你没钱不要再低了，你老是低完又要锁，像个憨憨一样。冰女能不能打两块钱？打两块钱我不锁了。我拿什么啊？不知道啊。我拿什么啊？不知道啊。我只知道我上九之后低的挺好的，但是一波不赢啊。九五的实力这么弱的吗？好歹我也是两星，这个两星这个啊，打不过别人也太没道理了吧。
满头大汗。冰女不能走，猴子换谁呀？要不这样吧，不要斧伤了好不好？感觉斧伤，二斧伤开不开也没差的。冰女不能滚，我跟你说，冰女打大部分阵容都很好用，冰女就是一张不管单挂还是怎么样都是强的卡，我绝对不会卖冰女的，冰女就是亲爹亲妈。冰女滚不如不玩，猫逼，猫逼也不能滚，大哥两星五费卡，你说说滚就滚吗？25滴血，他妈还能选是不是啊？啊，把两星猫逼卖了，然后把那个谁，把装备给奶妈吸啊？搞什么啊？干，我感觉打不过这个河蟹。怎么可能？他又不是跳舞那一只白痴。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还能怎么样提升，我觉得已经很强了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见人杀人见鬼杀鬼的那一种，神来打那什么，神来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又打了一件装备，铁神手下留情，铁神给个机会，铁神铁神对我挺好的，就两件装备，我他妈还不用死12滴血，看我没有打死铁神，哎，没办法。我这么猛，为什么会打出拿铁呀、啊？甚至在冒火、啊，铁神，我愿称之你为最强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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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拯救地球的任务交给我，兄弟们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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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阻止这场灾害发生，我来，我来。95全员两星，两星猴子，两星冰女，两星沙皇，两星。那个谁谁谁谁谁全二，我全二了，我不管了，我全二了，我无敌，我现在是最强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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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最强。这边打分身 ，OK， 已经猜到铁蛇的换位了，他真的只会左右换。
我会希望打谁啊？其实我应该要打小娜比较有优势，对不对？毕竟我刚刚赢小娜是满入的，哎，不过小娜好像赢不了他。哇，拿铁，这么猛啊！还活到最后了。冰女，如果你能把赛特的头锁住，我看你不是脸上超那个什么赛特的吗？没关系，下个大招再来 ，OK。好，这一波 ，OK OK， 冰女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控走 ，OK OK， 丢走。感觉还是打不过啊！完了啦，他进来了。坏了！我95哎，哈哈！为什么赢不了啊？我的阵容有比他便宜吗？我的质量有比他差吗？我的装备有比他不好吗？哎呀，好烦啊！